万人为你呐喊、为你喝彩的舞台走下来的时候，你到了房间以后，你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面对这个房间所有的一切。可能就是非常迷茫的一个状态，一定程度上面是代表了一部分粉丝他们心中的自己，或者是他们向往的自己。所以其实我就感觉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张艺兴这个人吧，我是这么觉得，真的还行，60分吧，及个格，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我也不是完美的人，你比方说。